好，开始。瀑布 first。 哇，千万别让他。他的对手是。 加尔队 Alex， 怎么？哎，我先去收拾行李。<笑>就觉得很有缘呐、啊，这一轮，因为像这种转瓶子也没有什么好作弊的，就觉得老天就是想让我们对上一次吧，就结结实实的碰撞一次。<笑>我们先进行双人舞的对战，第一组留在舞台上，其他的人请去观战区备战。 勇闯天涯 Super X 独家冠名播出，勇闯天涯 Super X 够胆够 battle。本节目由支付宝联合赞助播出，生活三万件事，支付宝一下就好。本节目由敢碰敢去味的雀巢茶萃果汁茶特约赞助播出，雀巢茶萃无惧 battle， 凭我 solo。 首先出战的是一波王炸战队小鸡和公孙无名。加油加油，小鸡！加油加油！我是喜欢小鸡。 哦哦，我也看小鸡，他用指头那个脚趾头那个。是少林足球。少林足球啊？对啊，我刚说了。少林功夫好也。一波队长，一句话。Don't say so much。 现场准备。 大师兄回来了。
并不是这么踢你，那应该怎么踢？南宫孙东宫姬，他那个球从上面掉下来太厉害。主要是他那个最巧妙的一个点是，他有一个球，他踢到台下面，上面又掉了下来。这个我是真的没有想到，就是把搞笑进行到底。开场的时候，用风的这个主题把树叶吹起来，就有点像是在山间两个隐士，然后做一些。无厘头的一种方式去武林高手的对决，就小鸡一出来，他站在那儿，他就让大家开心了，这就是小鸡的风格。接下来往这里看战队，这个好难打扫啊，这个就得扫一会儿吧，对，就得扫一会儿。床垫，哇，还有床呢，咱们那个是啥呀？千纸鹤。现在感觉很写实的家居，很写实啊，写实。让我们有请李春林、沈凯翔。这是关于爸爸还有儿子的一个故事。小时候，爸爸照顾我们；长大了，我们照顾爸爸。往这里看。这时候，这个季节。
陪着爸爸又玩了这个。湿润了眼眶，一瞬间就觉得好想哭，就我当时觉得好想家呀。他能够给你的想象很多，就很好，嗯，会想到我爸爸。因为我在跟我妈妈在一起生活嘛，虽然我现在已经很大了，但是我感觉我的内心还是在小的那里面对父亲的一种期望，一种。因为我缺少那个成长的一个步骤过程，所以我弹跳完之后，我幻想着我的父亲在陪我的点点滴滴，去完成自己小时候没有经历过的一些事情，而且还是关于父子的，我觉得值了，是真的值了。谢谢李春林。沈凯翔，感谢。哇！哇！太感动了！哎呦天哪，这怎么打分啊？好，两个作品已经表演完毕，现在请有投票权利的101位评审以及观舞团的5位姐姐，在我倒数之后做出选择。如果你支持的是一波王炸战队，就请你扔出你们手中的红色毛巾；如果支持的是往这里看战队，就请扔出你手中的黄色毛巾。3、2、1，请投票。工作人员上台计票。我觉得好像差不多，我觉得好像差不多。这两个作品呢、风格完全不同，队长对这两个作品有什么样的点评呢？两边在用歌选曲的时候，这边是中国风，我的爱，这边是李老师的音乐，也是我的爱。谢谢。哎，巧了吗？这不是。对，但是呢，这首爸爸妈妈他们用choreo 的形式，编舞的形式表现的，把那个整体的情绪跟他们要表达的意思表达的非常清楚，包括最后的道具的配合，而且美感，控制各方面，我觉得表现得非常好。好，对，我看的时候也会有就是被打动到，一个纸飞机引来更多架飞机，这个想法我觉得很好。对。无名哥这组呢，整体表现还是挺好的，可能有的时候，道具上有的时候有点不理想，对，那个翻页就是那个叶子掉下来了。吹呀吹呀，我的交锋枪。我的。这个一博也是个细节控哈、那个纸翻下来了，觉得也不大好。加尔队长，小鸡哥。这一对无名哥，这一对我觉得就每一个细节都处理得非常你想不到，非常非常佩服。然后我们今天这个是我最能打动我的一个，我也觉得那个春林跟凯强这边是超强烈的感情输出，就是这个题材我应该是在没有在这个舞台上看过的，而且这个题材然后就很容易勾到你的内心的一种感动。我特别喜欢那种画面，就是当春林还在